还行吧。时下最流行的那种挂机手游。桶枪哦，这桶枪蛮好玩的，来做一把新的桶枪好了。再升上去什么？冰咒龙的大把的，嘟嘟嘟，大概加了吗？加了，加进来喽，那就要开任务了。噔噔噔噔！天地龙的会巴巴拉巴哦，好啊，那我一定要天地龙的。扩散炮哎、欸，我会做这个扩散炮哎、欸。冰牙龙，只要32000。琥珀色的重牙，这个有白斩呢、欸！哇，我的桶枪可以到白斩呢、欸！重牙是哪里来的东西、啊？冰牙龙的牙齿哦，啊，大凯过过、啊，圣诞亮两个还没出现呢。小莲巴的，噔噔噔噔噔，小碟枪哦哦，小碟枪可以做一做。我要成为桶枪大师，我要收集所有的桶枪。哎、欸，我找不到你任务了，你有开吗？有吧？没有募集中任务。看一下，要打个啥呢？底下有缺啥吗？看一下。看看呢，缺啥？贝西摩斯哦，贝西摩斯好像要先解什么之前的活动哦。哎，我是不是有一个？巫师山的活动任务叫什么？约了一点驯龙的东西。驯龙的。哇，巫师山要50等哦。驯龙的东西哦，好啊，你开一个驯龙啊。先批个信，5个月。这个直接做吗？对。先打主线啊，过过白痴，过过。八个一。今天打到黑龙吧，大家把订阅分一分 ，OK 吧？分享。对啊。原始的在自由特殊任务。来啊，大凯，你先开个驯龙啊，等胜败。哎，我也不用哎、欸。我三可以做哎、欸，哦，你已经可以了。啊，做三界就会有历刃的效果吗？我怎么看？历刃的效果，你按 Ctrl 啊，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发动那个效果，是吧？真历刃，弹丸节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也来做一套这个。这个炮术师好了，打炮流筒枪。炮术师叫什么？叫炮术师吗？用了，可以的。
1.3倍。看一下什么有给骨质头盔。随便塞两件就可以了吧。嘿嘿，没有一件，一件都没有，是不是有炮术护死啊？有啦，就是有去啦。搞个炮术护死就好了。没有炮术哦，哇，要蛮恶龙的，好，有空再来搞，走吧。今天先教训这个天地皇帝龙。教训，教训。哎，轻松教训。开个盘，10分钟内把它干掉。好，鳗鱼也进来了。鳗鱼有没有冰属性的刀啊？他好像怕冰哎、欸。啊。攻击 up 中。啊，巴拉巴巴巴。米米哦，不知道还没出现呢，他跟我们约10点，应该快出现了吧？古山的10点比较晚一点。哎、欸，有龙玉可以买耶，好多颗龙玉哦。当当当当！有点卡卡的，巨巨蜥在搞鬼。棒棒棒！哦，大海，蓝蓝帮加一下，现在还有戏。蓝蓝帮加一下吗？哦，那我一定加啊。对啊，我们这一把下重本了，一定过。一定了，这东西都太旧换新了，那是一定的呀。对啊，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啊，大海那一套装备换上去之后，天下无敌。有下那一个贯穿下去，跟你讲，对面是一炮就会死的。大凯那个贯穿每一下都9999，对啊，陷阱枪都不需要了，靠我的枪直接贯死他，一枪下去9999秒杀，非常稳啊！这败全你喽，我来抽个奖，少赢了，好，哦，怎么今天燃料变这么多？生命大粉尘哎、欸，又领了一大堆。啊，昨天其实已经把他的招看得差不多了、啊，他就爬来爬去，然后抓撞墙就过了。嗯，他只有一招。嗯，
么，然后小心飞下来的时候不要中他大招就可以了。哎，昨天你中了是不是没死啊？是吗？我看你中了，你是没死的。往升一级吧。东高级参券，高级参券是拿来干啥的？飞起来更多了。怎么乱按？这还有除了乱按以外的按法吗？这不就靠赛吗？这个就靠赛啊！来咯，东西都拿了吧？我看一下，我看看补品有没有。我是整个仓库东西都搬出来了。昨天也这样讲。我刚刚抽了一点，又全部搬出来了。哦、你又搬了一些新的资源。看一下。哎，生命大粉尘。回复要大。可以，该带的都带了，两个密钥，一个古老密钥。哦，密钥是可以带两颗的、哦。嗯，没有古老的话可以带两颗。原本是一大一小、啊。总共是一大两小，你可以这样带。算了，我也没有密钥。你换一下，你跟炼金婆婆讲一下话。说不定仓库有吗？应该有吧。然后那个抽奖，哎，那个抽奖啊，不就是给大家拿补品用的？我应该有普通密钥吧？有哎、欸，可以带两个哎、欸，好爽。Lady， 反正个字，缺你的大概。分类没改啊？让 MOD 帮忙一下，我们要开战了。这一把要专心，这把专心。嗯，老一的。怎么、啊、不能跳过来？哦，不能跳过来。哎、可以吗？来一爆！可以啊，又要先点这一次。那肯定。哎，我捅得进去了，白斩，太猛了！要捅进去了，撞一下吧，这位置对吗？下一次就对了。哦！哎，对，我加完还三下。我刚刚去商店买的，可以再升一阶，我缺材料。我缺材料，我这武器才蓝色而已。原本那个也是蓝色，那这个龙级炮好像变羊了。不要急，龙级炮舒不舒服？哦，舒服啊！我要挡时光了。啊！嗯，他倒吗？法是打续炮的，没有，我就是要开砍。你放一下。我换防具，防具有能力。哦，他那个好像可以自己装盾牌吧？哦，开砍的感觉真爽。虽然只有两发子弹。轻松啊！昨天是多效果，不然怎么可能打这只会倒？
冰牙的筒枪啊，其实这一把攻击力还比牛牛筒枪还低，低60攻击力吧，算有白斩，60攻击力应该是差蛮多。打断他右腿。没问题。扣钱。烟筒为什么还会倒下来啊？把它搅断吗？哎、欸，它竟然倒下来嘞！哎呦，走了！哇呼！我撞我一下，我就晕了。对啊，欸，我原本砍他头可以砍一下300，现在只能砍100多，哎，差很多了，好像原本的好一点。哦哦，该要变身了吧？溜喽溜喽！哎。是没砸到吗？他直接沉下去。不是嘞，好像没砸到哎。有砸到，我刚刚扣钱，他扣七千七啊。我怎么看到后面？哦哦哦哦！动光的都出来了，没扣钱。他好像一定要出这一招。好吧，感觉伤害够应该直接点。来扣几块。对，为什么你的刀子现在有这么多动作啊？我刀子不要出手吗？对啊，他平常不是只会上劈下劈吗？你怎么有新动作啊？能用不完的，好帅！他竟然现在有前冲哎！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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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真的感觉原本那一把比较爽。还要变身喽！哎，好像是讲完这句话就会变身了。哎，他敲爆我们两个。打个门，打个门。敲他的头。喂。好像会要那个了吗？靠塞，先往靠塞。大凯的可以靠，现在可以靠塞省钱了。我就48，刚射78，一靠塞。好爽哦，大凯。是双子弹。啊，变身了！哇，溜了溜了溜了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直接硬扛。我为了被连续喷到两下，我为了大家跟他拼了，是吗？怎么看都是他一变身你就送头。哎呀，我帮大家挡下了这一招啊！完了，哎呀，不输。他怎么突然会动了？这个地方不会动，会动，会啊会啊，洗车哪会动？到处洗车啊，他怎么可能只洗个地方啊？洗车哪有不动的？哎、欸，他不生气嘞，动一下吧。
不是啊，这么远怎么转啊？右边那边吗？往后啦。好远啊！可以哦，这个位置往后。我都撞到后面那个墙啊，不撞陷阱啊。陷阱应该是没机会了。不好说，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。有办法让他往前走吗？我是没有子弹的。打他屁股。他好像会往前走，有位有位。打他屁股。完了。大海星打爆他的头。可以，你继续走，你继续走，很好很好。哦，很棒很棒！哦，这样是对了。Go， 魏哲呢 ？Go， 有吗？没吗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！别、打爆他的头！我也倒了、欸。你不会打了一晚上、啊？没错，没事，我帮他砍爆他的背。他倒很久哎，有倒有菜。蓝鱼很贪哦，打他头就对了。他怎么没有石头啊？要一个下来吧，不好意思。他开这招，开吹风。哦，为什么？开大了吗？好、改变地形了。我没人了，我没人了，我出事了！我帮你打分，我帮你打分。没事了，先不住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本很长啊，我正在密钥，我等很久。我还有粉，不用怕。放心，我留粉救你们。可以。粉来了，各位。还套路。哇呼！哎，我这我上西天了，我被晕了。你可以吗？我没粉。哎，明打算一个人自己上？哎，真是奇怪！哎呀，真是奇怪！你是不是有收人家的钱啊？哦，我觉得很怪。放心，我来救你们。好。哦，你看，就买药，买药不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场上都没有石头哎。我刚刚看有，我刚刚就是为了捡那个石头啊。你刚看有吗？哎，完了。完了！我晕了，我晕了！完了，我晕了！没事，粉来了！他冲到我脸上，他咬我！不用怕，兄弟们，粉来了！好、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我的血量包还会再砍一下。蛮女，你还没罐头？场上真的没有石头哎。太惊了！他也晕了一段。太晕了！我在看他流口水。啊、哦，他流口水了，痛扁。他累了。流口水，流口水。我飞行小港人模式。开大招喽！我这招要躲跑。大难临头各自飞啊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我就躲这了。他杀我！他杀我！我这应该没事吗？我刚好死。你躲一下吧。满血铁死，满血铁死。那也没办法。你那边没地方躲了是不是？他就在我脸上。那也没办法。把枪，把枪。阿 J 好像一个人倒了很多次。我好像怪怪的吗？那是还蛮奇怪的、我们好像要留一两次来死他的大局。我也是这么想，这样大家比较安全嘛。我开一个一次过的盘。
不小心效果又做多了。这杀粉很慢哦，这个。对，他最后那个大招是满血的，我杀哦，没有办法。这要躲在最边边是？跳起来也可以吧，其实他那个打到地上，好像过一阵子才有伤。是啊，我刚刚其实离他有点距离，我是站在中间偏后面一点。牛牛桶枪拿出来，看你要不要飞扑吧？你有用过飞扑吗？哦，你说扑到地板上，那不是还是被打？不会吧，飞扑在空中的时候无敌了。哦，我这样飞扑扑在地板上，那个龙直接把我做串烧。你要在，反正他丢球之后你就开始飞扑，应该是可以啦，那持续还蛮久。在空中无敌，攻击 up 大。我要做一下回复要大，这样子我帮你们买多一点血。刃九一七，没事，我有粉。这双血超少的，我连不到就会用唯一血。不用怕，大凯我会救你。我也觉得你一定要相信他。你信我。如果他真的对你开大，我就过去举盾救你，布朗姆。这样子就可以直接松开。没有没有，我盾很强。啊、我之前看丁义是举着那个盾，满血就被喷到死。他那是他不会用、啊。这个保人还是、保人还是有用的。欸、我做一下回复药弹。可以，我可以做操作的。大概是无敌啊。哦，很小吗？哎，我的天，好像又正常。五点，五点。就游戏音量是有点大，小一点。确认再一次这个。我大概十个回复要大，等于十个大分神。OK， 没问题。大凯，大凯麻痹弹了，直接让他哔哩哔哩。哦，恢复好几颗哎。麻痹弹是没有啊，我那个。我看一下，我这武器还缺什么？你的是打毒弹的，是不是？还是两种，没错，毒弹呢、啊？哦，毒弹也就毒他每秒一百二吧，三十四十吧，一秒三下，一秒三下持续180秒、欸，应该没有我的贯通弹强，贯通弹现在没有水准。找一下，飞回家躲大招，不用了，闪掉就好了。大招没那么好中，但我觉得他晕眩值好高啊，他只要碰到就直接晕了，很神奇啊。破龙珠啊，什么叫龙属性攻击增加？你要有龙属性的，就你的武器有没有龙属性啊？你有灭龙弹吧？啊，那个、啊、那没用过，够吧够吧，大海，你刚刚那套行了啦，你射一下二十几。血量很低啊，我一血不怕不怕，不要中就不会死。去那边吃好，大家放心，回复要大准备好。对啊，你那个毒弹，等等他一生气，你毒弹打下去，哇，把他直接把他毒死。哦，头，对哦，这个箱子里面有补品，我都忘了。大概拿光了。啊，对，我先帮你们再拿血，我可以帮你。我帮你们分捡血。哎，破法。按键捡石头。了解了解。1、2、Go。3吗？哎。哎。哎。哎，直接去捡，来直接。那也没办法。原来他离那么远，离都可以了。挑战者启动。那是真没办法。我换一把武器，我换回挑战者。这个石转是可以骑的吗？来骑骑看。装备，我打每个特别强。
说那个挑战者啊，他生气的时候你攻击加倍啊。大火。我觉得，我有自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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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由。我砍到他左脚了。你在暴打他的左脚，哎呦！飞行小港人，真的有其他这只脸上过吗？不知道有多次了，要有人帮忙啊！哎，飞行小港人要倒了，看、你们怎么快被压死、啊！哎，鳗鱼被压扁了、欸，完了，完了。他要炖下去喽、那他要变拔之后，这里就直接砍爆他头了。他起来的时候会暴打一波。然后我不要起到啊！战者结束，可以安格喽。他起床啦！不要，做梦是打扰。哎，把你扁了！我踩地板了。啊？说啥呢？哎，说啥了？完全扁了。哎，完了！是不是没撞到？是什么？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你碰哎，他要变身，他要变身。我刚还以为他怎么了，吓死我！看起来很没有哎、欸。我刚刚看他头转了一点点，我还以为还没有。有几个错？大家瞄中的话，四个都有。好多的。刚刚上一场我就找不到啊！你有在刮他的话，应该找得到。我可是骑神大师。把一号摸掉。别紧张，我帮大家拉个血。来，鳗鱼，鳗鱼，我帮你补血。那把没有吧？这把比较强哎、欸，这把多快一百攻击力、欸。我可是有回复药吧。看没破防都可以砍一七级，虽然有些地方捅不进去。会抓的，哇！大海破个防怎么样？我走了，没错，没错。无血怪物来了！啊呜！掉下来了，站起来！生命大粉丝。他左后脚一直踢，我要打他左前脚。哎，这里是不是有可以飞的地方啊？好像其他哦。这里可是全部都是平地。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高台可以飞他。哇！那边你让我帮他拉个血。大凯，这个距离你也有伤害啊、哦？一滴一滴吧。强一点，两滴。我这个爆头真的爽。B 可以瞪，可以吗？你可以 C 字跳。可能有的武器可以吧，我都不知道行不行。鳗鱼可能要先。这可以哎、欸。可以哎、欸。鳗鱼要不要拉一下血？哎哎哎！我们。他二龙完全都不补血。耶、yeah, ！七成！哎、欸，你不赢哎、欸！你很骚的。我这你七成，他想干嘛一样可以干嘛哎、欸！不是你凶，就是他呗。我帮忙要不？来，你们放心，叔叔，我够血就帮你们一起拉血。拉什么？他真的有在怕你吗？要我？他看起来想干嘛？要不？照理来说应该是
得到歪哥起出来，让他转一转，嘿嘿，我没有子弹，发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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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吧？应该是变身了吧？哎、欸，这是没中是不是？怎么没中？要扣三下。那我知道他要分，那他为什么要遁地了？他好像一定要遁地，他没有办法。啊？也没事没事，我帮大家补血，别怕。我帮大家补。哎、欸，没有石头啊，没有石头啊！你消一点啊，现在消不了了。我消不出来，我刚刚消很久了。原本地上不是超多的吗？怎么不见了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。连减衰消失吗？哎、欸，我是弹刀魔术师。哎、欸，石头没减不见吗？啊，那不会了。我们老力了。我会减的。有减，你一个人可以减吗？我直接装在我的枪上面，我这个枪是可以装子弹的。啊，被我捅倒了吧？耶！那我感觉他是跑不走的。石子丸，他这样没有石导弹。好了啦，可以变身了啦。他变了，他变了，他变了，把走了。溜了溜了。我看满月还要脚下，魔。啊，那死个蛋！满月就直接在他脚下。是的，要不要我走？魔。生命粉尘来喽！我砍不出石头哎、欸，你为了补石转别用。这样好像砍不出石头。我也是完全砍不出了，我帮石转起来了。好了，刚好也帮大凯一起拉起。哎，大凯连吃两下。我决定痛扁他的左脚，怎么样？男女，我们痛扁他的左脚吧。好，让他倒下来。大凯，别你在外面拉去。我补就补。左脚。你尽量扁他。吃饭的另外一条腿。左脚是来左脚。完了，他咬人喽！打粉。完全没有石头。飞行装上冷却多久？还是该不会我现在还撑着？哎、欸，我是一直没有把它解除掉。哇，陷阱又增加一个。大凯完嘞，大凯被晕嘞。没事，只有抗晕。有抗晕是一样左脚吗？嗯。大凯扁他的头，我们扁他左脚，扁一扁再去打他的头。他的头被打碎，他就不能放招了。那我只能说不。啊！还割地盘啊！靠！然后找个石头来用。我是有石头啊，你要直接撞吗？撞啊，直接撞啊！我们要装子弹的。几滴啊？我没看到。940。那他几人了？其实应该是，看起来也不多。这等一下，够。够。946。那我说他俩攻哦，是俩攻就看我的。好，你处理吗？飞行小港人准备，发
阿修脚趾。哇！我他把我拖出去了！哎，我出事了！我出事了！我被晕了！没事没事，我帮你补，我帮你补。喵！拖住了吗？拖住了吧。完了！我就在他战斗上，我不要走。你会中第二次吗？那刚做，那刚做，又来了、欸。走走走走。刚刚冲我，大凯这个位置这么舒服哦。打你硬嘛，我打一滴而已。太对了。不打头，我就走。我帮大家吃个星辰肉干。星辰肉干都拿出来了。我帮大家磨个刀。我也帮大家磨个刀。我飞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出事、欸。你不会要那个了。我想跑一下，我管他左脚，他的左脚快不行，他应该照理来说快倒了。我开炮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没事，我精神肉干，神肉干可以拉血，他可以你那个红条，好，我变疯狂在那救。大概是没子弹了。哎哎哎，我要被洗车了！快来！绝招来喽！我看一下那么多的，你赶快过来，你赶快过来！哎，来我这边。哎，完了，我要闪。好像是往我这发射了吗？满血了，别死了。没事，没事，哎呀，没事。大海，快点！大海没死哎、欸！我躲，我躲，我躲到地谷后面，我被捡到了。抓他撞一下，我没石头。我也没石头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完了！飞行小港魔术。他断了、欸。好不好？尾巴断了。没有了。他这套断了，他很危险。飞行小港模式不好送的，我倒了。你看过来，我被电了，被电了。那你快走啊！完了！不要！呜！看看领头，不要他，各自飞。哎、欸，飞上去刚好被他打到哎、欸。啊！我被晕了，没死吗？开炮，大开火！开转头，我用手。没事啊，大海，你很能拼的。地板要冲起来！哇！粉尘撒起来！哎、欸，我晕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帮他撒粉。回血回血，他快回血！啪！我就扁他的脚。我还有三个粉，我还有三个粉。哎哎哎！我被推出去了，出事了！我被推出去了，我被晕了，哇！我要中了！阿飞，啊！阿飞，这边中内炮哎！我们听牌，阿飞，大家稳住啊！大家稳住。下一个可能是大凯。完了！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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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凯一定行，大凯一定行。大家坚持一下，大家坚持一下。我还有最后的回复药。哇！他只看到你一下，运气不错。然后站起来。好爆炸啊！好爆炸！这是很爆炸。真的真的哎！哎，爆的范围怎么那么大？哎，这边有吗？科米亚。我打稳，我打稳。我躲。哎哎。凯上西天了，飞哥对不起，哎呀，哎呀，非常的可惜。啊，哎呀，可惜啊！我觉得第一个形态岛有点亏。没错，放心，等等，只要我可以骑上去，哎，我们就稳了。
一次过了，这次真的一次过了。记得补补品，补品这样。大家记得吃。我已经把粉都撒完了，我尽量救了。其实我真的是全部都带出来。你有头绪吗，好白痴？我刚刚那把前面是有点自私的啊。你是被压扁的吗？我他是半条血，在他脚下狂砍，为什么？看不到他的头啊！他直接被他压扁。其实第一阶段靠那个墙壁就够了。没有救到他这一期有点亏，你他妈讲晕了。噔噔噔噔，哦，不行，他那个晕真的厉害。我一定要从头砍到尾。我拿着刀，我就是不会停。来，那我们这一次改砍右脚，他已经没有想到我们换战术。真的不砍他左脚跟右脚，左前脚啊，砍后脚才会倒，砍他右脚，他一定倒。哦，可是后脚都不能扣防，就只能一刀一刀慢慢砍。没啊，后脚我有扣到防，我可以扣。你说你那个榴弹，当当当，过。来，我当然把阿 Z 的回复药拿起。也是哦，那回复药只有你能拿了啊。我帮你拿，大家可以石头先拿一拿。有，我每一场都拿。其实大凯跟我只能说大凯跟白痴也可以留一点在身上啊，有时候就换你们用。而且他很少在转。等我们没石头的时候。你怎么样？你把它运好吗？哎，这只古龙之死啊，大家不用担心了。等 等他倒了，我们就打他的头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难度。那狮子丸呢？他说他拉屎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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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拉屎那么快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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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相棒，相棒。少し休んで。跳过，拿个石头，家里旁边就有。难啊，昨天不错了。后头 OK 吧，大凯。过了。哎，石子丸直接跑到地图的边边啦！你过来吧。石子丸在搞。你过来撞墙啊！石子丸。啊，石子丸，您过来。就这了。他头在哪里？好，找到他的头了。那边该可以吗？哎，好像可以哦。OK， 配上我感谢的烟火。嗯，哎，有啊，有。哇，可以。为什么他那个伤害那个那么怎么出来？我还有一波。过程没打那么快。大凯吃的好爽。有多少滴啊？80滴。哦。緊張です。そのまま頭部と脳に攻撃を。哎，他还没生气耶，还有一次机会。但是他还可以转几次头吗？几次吧。哎，你看啊，怎么转这边了？哎，你干嘛？我没有办法。在他练铁头功是不是？亏啊！我打他肚子，下体攻击。我想再捡他掉物，我可以帮他捡起。哦，他一直掉东西啊，没捡吧？每一场我们都一直出啊，每一场他就一直掉。他好像撞一次墙壁就喷两个白板。
烧。地上突然一大堆了，是吧？哦哦，你行不行？哎，我还行。我不太行，我不太行。你不太行了吗？我差点被他吼死。回血，回血，回血！他好像想杀我。哦，他是铁头功。要发飙啦！啊！哇哦！你要拉血！他要踩地板啦！不怕。完了完了，我晕了！哎，不是他找你。等一下，我喝个水，单手玩一下。啊，我不打人，真的。他好像讲这句话就是差不多了。看到了东西，东西。哦哦哦！多下哎！小花头。变身嘞、欸！他这一次没有变身了，他变身了吗？他没有沉下去、欸。好，鬼之魔刀。好，变火嘞。蛮女。哇！来哦，来哦！我脚啊，狠狠地打啊！左脚啊！左脚还右啊？左脚左脚，还是要右脚？啊，不知道。那右脚吧，右脚吧。吃饭的那条腿啊！他怎么在绕圈圈？什么情况啊？我操！这个还是后面的腿，不是前面的。这样子没有伤害啊！爆！我被洗车了，救命啊！没有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还能站。右脚还没有把任何一个陷阱打爆。还有小脚人呢。哎，也要死我！我帮他们解，我帮他们解，很快的。这个陷阱被他 A 爆了，他那个洗车会直接把陷阱洗掉。咬人，他就要咬人喽。打那个底下有多少？够吗？好像八 D 还是16D 而已。他不生气了。可是他离那个很远，怎么办？他怎么回手？他要是可以再往后躲个一两步。可以吧？进来啊！我抢位置。
靠腰，不要打下来啊！有人放感谢的烟火。我那个是可以跟我的技能搭配，你知道吗？这么能打？可以跟我的龙坑套搭配起来。哎，为什么打到头会直接弹下来啊？我操！我两次都打到头，他就把我推下来，然后就过去。他这么凶哦！他不给我打到头。我看。起车，龙级炮。哇，你打要78、啊，三下98，然后再三下78，我一下7滴、12滴、17滴，哎，他还没生气耶，不能拿那个陷阱进去了，只能撞普通的墙，我又被他咬下来，撑住，不生气啊，哎，补一下补一下，我要被晕了。在补，怎么样？知道吗？好像没事。蛮女在爆砍他的头哎、欸！我三次都是上去，他就马上给我打下来，我就只能他反击。来了，我爆炸地板。没事。小港飞行人来了。大招吗？我不是。他大招会潜到地上了。啊！哎、欸，帮我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被晕了。失去蛮女肉，没事，阿德知道一下。我感觉右脚那是也差不多，地板都是沙子，飞上去破一下。右脚不是没办法破吗？可以啊，飞上去还是破尾巴。打这边好像脚也会跟着破。对啊，你就可以破那么多地方，那不是输。我个刀，我的武器变绿色。哎，人要有梦想飞啊！哇哇哇！哎，我完了，我完了。没事，我帮你补血，我帮你补血。别怕，别怕。我过来了吗？我过来了。哎，大凯，别躲掉。没事没事。走一走一。还能拼，我们还可以再死一个，是不？哇！哎，我好像被晕了。哎，我被晕了！啊，我也要死了！我没事。哎，没事。啊，按怎么会这样子？他有点头绪啊！我来个龙极炮。大哥，他好像会找到你，对不对？我帮你补血，我帮你补血。这个龙极炮，我有点尴尬。哎，来喽，兄弟们，大家自己想办法喽，没有你，哎，你要去那、哦、也行吧。那我来这。他看起来是想从你们那边吗？白救没有，其实只要站二对角就可以走了。其实范围很大，就隔壁。你那个是体力一装啊？对啊，就可以多扛几下。我来撞一下吧。加血，再一下怎么样？还能再一下啊？他应该要那个了吗？那个，有点急。记得啊，我们已经停牌了，大家要小心。我要飞天喽！救命！救命吗？没事没事，我能傻，我来救他。鳗鱼，哎、我来救鳗鱼。我剩下两个大神了、啊。我剩最后一个。再见，第二。啊！哇！对，大哥。
大凯二连中啊！嗯，被刚倒了，被打到我就基本没什么动了。倒了！怎么会这样呢？他那个晕，感觉还是得等他放招了再打。我们还是闪个招吧！啊，我建议大家还是闪个招吧。千万不要贪。嗯，千万不要贪哟、哦。还是尽力让大家蛮女千万不要贪哦。没，我只看破，看不破，喂，我这那我就想个办法，我笔要再带喽，我仓库全部拿出来了，你又拿出来了，啊、我仓库整坨拿出来了，万一再这样打下去，我们要去抽奖，不会吧？这次可以看破他了。他有那个突然间咔掐咔到中间的，不然被咔到就。你会被他咔出去，然后他直接接一炮大的。对啊，那就直接隔壁了。没办法沟通。不是，你可以等他咔完了再砍他。他其实咔完会停很久。不是啊，他是两边咔就一起咔进来的那个啊，那个单那个单边的更不可能动啊。他有一刀两边卡进来啊，然后就开炮啊！啊，我就死了。哇，老大。嗯。小买东西。可恶，要是我的武器可以跟声音接就好了。不用啊，打死他就能升了。买到我没钱了。他已经大了。好啊，我这一场还是闪个招吧。代表你前面都不闪，我前面是使用这个硬撸战术，超凡战术、啊嗯，怪怪的。哎、欸，还是你要跟我一起骑他，马女，你不是有那个吗？我不要当飞行人。你还没有骑过恐龙哎、欸！我不要，我只想享受我一直永远当不停。你那样砍一刀多少？你那样砍一刀多少？破有破吧，二砍百多，一刀一百多，都跳过跳过，别再看他船了。他堆在船喽。都没有看我，我永远都在砍人，好爽哦！嗨，飞行小港人模式启动。换了弓箭太刀，他那好像是弓箭太刀吧，是冰的吧？他的头在哪里？吃饭准吃啊！可是我吃攻击强化大。他手套在哪里呀、啊？你上不去是不是？我来吧。嗯，处理一下。我这里没办法瞄准到他手。我也没有石头啊。哎、欸，这里很有得捡。转三下应该可以吧？转三下、哦。下去了。等下。我来。他一直在这里跑。我没体力了。好、哦，你好像也要没有血量，没事，必要退下去。我要闪，走运、哎，我来，开始，走起，这个感觉中四下哦，完美，四下，哦，六下，这还有六下了，哦，孩子出现了就代表他快死了。还出现啊！我在没看到。很顺利，很顺利，攻击头部身体，再来就做这个。对啊，这个就是代表我打的顺利。超绝了，超绝了！那有不顺利的台词啊？不顺利的台词，他就会跟你说干巴爹。你已经说干巴爹，你已经只剩两次喽。很抱歉。剩余次数二。
他脚直削下来了。飞行小港人继续运作。啊！被压扁了。船鱼被压成肉干了。哎、欸！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你们这血量很危险。我的是还好，我是不知道现在谁很危险。哇！帮他补血。他是挖土机吗？我一定要骑上去。哎、欸，完了，衣服用完了。你不能再飞他脸上。要用别的飞法了。西字跳，西字跳，暖化在，我已经暖化了，就是打其他部位就是打好了。他这个形态要打化的，哎，他要那个，看破了，看破了，到底要不要上去？都不知道他。有时候一个错误，难道是跟我按的无敌有关系？你无敌的时间没那么长吧？那我还是可以继续打。你那个看破之后是怎样啊？那我怎么跳不上去？就是我会回避攻击，然后可以呀，我不会错，我一定要跳上去。Go！好嘞，差不多变身了，差不多变身了。他要不要讲话？你可以看看他。他说这一句之后，好像就是。轮上压力差不多。哎呀，你要变身了吗？变得了，变得了，我变了。阿妈来了，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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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捡个石头，哎，捡个石头。那个样子是。先放掉吧。有人被火到嘞。这么丑。洗车。左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右脚。这个位置可没办法开坐。决定打右脚，哎，右脚比较可爱。哎，男女被水洗嘞，还怎么办？我只要一直在你打。哎，真的。快开分了，没事没事，应该没事。其实就放心。好，多谢你来。哎哎，蛋还没洗掉嘞。我要捅上去了。刚那个六百滴是你打的吗？不知道是谁的爆破啊。应该是我。你的是武器，不要跟不住。你的武器还有爆破的、啊。我是守卫者、啊。哦，守卫者，你不是换那一把什么龙的武器了吗？他后面，他打到一下、欸。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可以让他口水流长一点。等等等。就他在那边，他那边喘的时候，你拉上去可以让他再喘一下。我帮他补血，帮他补血。车。哇！哎呀！哦，旁边那个怎么压下来，还压到我？哎，我！哎，我帮你补血，没事，你不会死。天哪、啊！哎，这个
怎么压到我啊？我晕血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帮你补刀血。那石头会爆血吗？会晕吧。好了，我这场输出不停了，不飞了。他咬你。没事没事。啊！嘿，完了！快乐洗车。他地板太大。别再砍我了，蓝鱼，你要飞了。飞去啦！蓝鱼痛宰你。哎，他这个好像是要开大。哎，哎，这边 combo 哎。他帮我打了，你上去，然后秒杀，什么情况？秒杀！我这招，他是真的很抗手，我还真没想过这招。他怪招很多，前面就没看过他用过这招。哎、欸，他现在不生气了，我来累积一下这个飞行。那我只能说他现在的位置不好受。哎、欸，完了，我出事了。出事吗？好像没事吗？好像有事。救命啊！我被晕喽！万不险，万不险，你坚持一下。啊呜！救命啊！救救大凯！哎、欸，救到了，救到了。对对，都救到了，都救到了。大家都活着，感觉真好。这是我们金牌。噔噔噔噔！我可没有石头。哎，他刮进来喽！喂哈！没事没事，补血补血。洗车！哎、欸，我要死哎、欸！好炸哦！你要走吗？我再帮补一次。没事。本城来喽！我来喽！这是奥博很多哎、欸。他去的是蛮悲情的。他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他出招，他出招哎、欸！跑了跑了跑了！来了，在哪？对，怎么全部都你炸？他怎么在我旁边、啊？你小心了。兄弟，你小心了！快跑！你一转钱，来我们这！哇哇哇！真是有个危险！我大凯在那。嗯，这里外边。你还有石头吗？不要啊，不要！哎！嘿嘿，骑上来了。那你骑的时候我要动墙，包机包路。我很快就被他甩下来了。快点，你高兴不到三秒。要爆炸了！哟，我被卡住了！哎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！哎，没有没有，哎我。能救快救啊！对，这个全活不完了。我再帮他吃个肉干。大家教训我一顿。我好像晕了，哎，放一下好不好？我翻一下，没招了，他来追我喽。还好，还好，还没出手啊。来了，我放一个烟筒。如果有人可以，不要再砍我。他看你。谁在动宰你？你帮他打打吧。我没有办法。可以，我要蹲他。不好意思。好生气啊、哦！挑战者启动，来一掌开平稳。哎，我要。可以了吗？我以为他拍平我，我差点被他扛死。啊，我先扛他了。那我们终于有输出的时间了。他要咬人喽！哎，我被咬喽！那他咋扛死？
咬人！哎，打中他右腿，中我的左脚还有。哎，可以突变。喂，那个榴弹好像蛮重的吗？重的嘞。他开始流水了吗？来飞他，可以让他多留一下。地板要飞了，你不要再砍我了！哇！呜，快走！感谢的飞弹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要被夹了！不是，这是四块点拔不反了。哎、欸，我好像要。啊！他把你喷死啦！我要打一个康宝。哦，哎、欸，他这没有，他这是一招的，他是拍地板然后接喷射。哇，刚好两招吃到。不过我越来越稳了，我感觉他差不多。我也觉得他应该是剩一滴了吗？嗯。哎、欸，我刚刚不才我死了两次，人物一直在被抖哎、欸。人家是很扯。我就想放个烟筒啊！我真的笑死！要是让我放个烟筒，说不定这么就火了。没办法、啊，刚刚可能有人帮我撒个粉，我就不会死。可是我看大家也在滚。不是，我已经用完了。我也还在滚啊。他都是开一下，然后直接打，我都没有机会补血或拉一下。你要说他了，我也要说他，我仓库的东西了。你仓库的东西是真的多，整包拿出来。真正多人确实是比较强，那还没办法，人家大范围 AOE 啊，人越多他越强，人越多他战力越猛。接受任务，我 ready。因为 lady 来放心，男人帮的，这是整包拿出来了。木桶飞弹，龙炎龙的特上级两个。大凯有没有感谢的飞弹？感谢的飞弹是啥呀？感谢的烟火，可以跟我 combo。啊？我应该是也没什么机会到那个第五位置。古老的巨龙骨，噔噔噔噔，这次应该可以。难躲、不然大凯你可以对自己脚下开枪，有吗？你说后坐力啊？你可以放一个炸药桶在你旁边，这样他打到炸药桶你会被击飞，控比较少。话是这样说吗？炸药桶炸你大概只有30%吧。来、开盘啦、开盘啦， MOD 帮忙开一下。有行吗？我来吧。我加我加，好，那也不要好了。哦，我刚刚在找他的头啊，我刚找不到他的头。六下，我感觉六下。我只看一下，我看到四下，四个叠在一起。我只看一个数字。哦，我打他鼻子有204哎。这个灰很痛的、哇，你好像要打断他的鼻子。
还没生气耶，你还有石头吗？我有啊，可是从另外那边应该可以吧？转移一下就可以。我在想办法套低下头啊。转移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也要接着。去吧，六十。有了有了有了，这是高速哦，第一阶段高速哦，药都可以省了哦。